今天打算从拇指、食指、中指这样爬回来，然后从这个食指这边下来，从玉皇宫后面这边下来。现在10:37，从玉皇宫这边开始，一开始走这个大马路。五指山登山步道往前面，啊，这里是仙洞步道。登山口就在这个竹林禅寺，啊。从这边哦。登山口，这里就开始陡上了。嗯，哇！我们要上拇指，大拇哥，走，大拇哥。很阴凉哦，走这个步道都不会热。走没多久就有两三里了，哇，美丽的柳山林。这里其实要让我们去拇指，这一段的树荫茂密，休息一点。现在在上拇指的路上，大拇哥，等一下在二亩地，然后在山中娘四角地，哦，这名啊，吴小北鼻。这颗大石头。九穹神木，这是九穹。它只要虽然说已经中空了，它只要能够吸收到养分，它就有办法成长。这应该是所谓的二代木、三代木了吧？嗯，上去走。啊，继续走。二代、三代啊。继续爬。第三个休息一点，这里比较平了哦。找到这个岔路口，右边是往大爱山，也就是这一条是那个五峰天际线，大爱山，然后再往鹅峰际，我们是往大拇指，终于有竹林了。五峰天际线，这里是6K 的地方。现在我们进来。哦，这里就是上去那个平台，就是拇指了。11:30，到达拇指大拇哥。11:32。拇指往中食指的方向，先下再上。从拇指下来，往食指的路上，上面就开始抖，还不够，还要再往下抖。那抖啊，抖下。还要继续抖。我不爬，你爬。爬，我爬。这个是，这个是九穹。我爬。爬下。你还有体力在那边玩哦，啊！这是刚才另外一条路过来的，啊，是停下来的吗？不能马上停嘛，
慢慢晃。11:48抵达石子18分钟了。50，往中指，食指下，现在食指往中指的路上，这里也有上上下下，中指两，三中两，三中两，又抖下，用脸的较紧啊，我也是在想，我滚的头比较快一点，滚。这只是上中指前的一个林地，上中指的快到中指的地方，林线跟林道并行，从这边上去2分钟就到了，现在12:07，没有牌子了。有啊。哦，还有。有啊。只是没有他们说的那么。1062，2等3角点。哇！现在在五指山的中指。还可以看到金国桥那些的呢。远眺宝二水库跟北埔。哦，有宝二。还有上面这个科学园区。宝二是前面这个水塘啊。中间这个啊。对。哦，那你就饱哦。现在12:15，继续往无名指前进，电视广播塔。五峰天际线，大爱山上无名指，好路，可以短的比较麻烦哦。12:37，抵达无名指。先往小指的路上，哦，这个下坡下蛮多的。还一直下，本来下坡是很高兴的事情。我现在已经要回家了，我就没关系。你说，等一下还要走回来。这里可以看到石泉那边。这个无名指下到指窝了，这里。下到这里，现在这里哈，小指比较短了。这里是无名指，那无名指你看那么陡，你看吓死人，就是等一下要往回走，哇，整面峭壁啊！对啊，难怪我们这样一直下哈。哇，这无名指下，等一下上去就很辛苦了。12:52，抵达小指。
往左边去就是到上坪山，也就是五峰天际线的第一颗山。哦，上坪。现在12:56，回程开始要爬这个无名指这个峭壁。这里就是无名指的峭壁，刚才下无名指，现在是一路走上。上去很累的，上去不累，是这一段比较累。上来了。现在无名指往中指的方向，先下再上。你看，这竹子。哎呀，这不是竹子的叶啊呢？哦，你看，这根是不是竹子？哎，它是不是降下来的？啊，这竹叶啊，它竹叶那里在碎叶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个。这个都有刺哦，我刚才经过的时候我就被它刺到。这无名指上中指也是蛮陡的，要把这个松林爬完，美丽的松林。1:33。回到这个转播站，2点应该可以到家了。到家？到玉皇宫了。这段比较累，比较陡。这个是往石子的方向，这个是往玉皇宫的。准备下车了，现在是1:46。这一段是下车路段，比较陡。这一棵是九琼神木，跟嘉南渔丰停车场那个一样。边台，站在旁边才知道它多大。要好几个人抱。刚才那边往右的话，就是往活动步道。那边有一线天啊，因为我们要往玉皇宫。地比较不好走。哇，这一段塌方，这一条路说真的不好走。OK了，这一段真的有挑战，能保持不滑倒就厉害了。乍看好像没路。有够难走的，难走。已经看到庙了，庙就在前面。一路拉绳走下，累累。现在2:30，回到这个腰绕，
环山步道，先往玉王宫，就是往这边下去。这个虽然是围起来，可是就是这一条路而已。你再往前走，就会走到那个竹林禅寺。嗯，因为这一条是腰绕步道嘛，只能走这边了。快到这个盘古庙这一段也不好走，绝壁的拱门。15分，回到这个盘古庙，爬了4个多小时。2点51分，五指挑战成功，又跳一下，哎，成功！现在10点，正式从山上人家登山口起登，起登鹅公祭山。老是想要进洞房，这段路比较迷你。对呀、啊。嗯，对。的路登山路线，这边另外一条，好多弯下去的哈。对，云栖应该是高雄，高雄、屏东都属于云栖。地上泥泞。饭桶登山队，饭桶，我们我应该就是这个不是我们哦。
走，看到鹅头了，看到鹅头了。哎，有，现在走了一个半小时左右嘛，爬到这边开始有拉绳了。这个是一个假山头。天气好，没有很热。额头在这里，额头前面这里看得到。这个树头照一张相，整个树根就拔起来。11:47到达鹅公祭山。12:20下山。已经1:00回到这，回到这个产业道路。还有一段哦，走到这里说他生病了，这个叶子白斑不晓得爱什么哈、1:37回到这个咖啡店。那也蛮不错的，这也是山上人家。银杏树，红叶处树，绣球花，它有绣球花，一点点。它银树好，银杏树。它这银杏很漂亮嘞，叶子很完整哈，每来臭搭臭搭这样子。因为要变根变根啊，你看这个好。叶子真的很大个哎，你看每一个都很好。鹅公祭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然后我们是不能说酒足饭饱，因为没喝酒。